现在我们学习一下截千道的离手。截千道的离手是通过咏春拳引进而来的。首先看我示范三个动作。扶手、斩手、冲锤。扶手、斩手、冲锤、摊手、震掌、绑手、摊手、震掌、绑手。现在有请我的对手跟我做一下示范。摊手。不要太刚。现在有请我的对手上场。二指牵羊马，摊手，对手是扶手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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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对手变摊手。我直接牵手，然后变为扶手，转换练习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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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停。接下来是双离手，双离手，我先出左手摊手，右手扶手，对手搭桥。其实在做双离手的时候，就好像在开那个汽车握那个双向盘一样，它是一个圆形的运动啊。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。接下来就是李小龙把咏春拳的这个离手，他的死步运动改为了活步，然后前后腿可以成为紧接式的前后脚，可以做活步离手，然后上面的手它的始终还是不变的，还是一样做前后运动啊。好，恢复。现在注意，如果对手的这个手始终
他如果说变为榜首，因为是有摊手跟榜首之间的转换，所以说不能一直是摊手，好像不够明显。当他有一个摊手变为榜首的时候，这个动作一定要明显一点，这个肘不要跟肩平就可以了，但是也不要太低，也不要太高。好，接下来啊，找找找找，接下来是离手对搏。离手对搏主要是练习腕部的反应和它的灵敏度，另外还可以提高你的肘底力。在转动的过程中间要寻找机会，一扶二，然后做攻击。做这些标指或者说做抵掌的攻击动作。